个世界，但我也会为留下我的桑桑跟整个世界战斗。先冲少爷点上，我就想你冲他们发大财。以主仆身份降妖仙，无罪自诛，实在是让人不齿。我觉得胖了，我不开心。比松鼠桂鱼还好吃。那你们？我操！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！太远了。你吃饭，你吃饭，你吃饭。心里还不想。快快点，想想。走了。舒服吗？啊，舒服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打一个舒服的动作。挥的时候到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您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好。五进二，二进二，十三进五，三进一，四进二，九进一。哎呦，你都不相同。找一个位置，你直接抱你下去，然后呢拍一个掉下去的 action， 砰露出来。来准备 action action action， 对，在下面扎一下再上来啊。就起来了，没事您得努力的往下蹲，现在感觉太飘了，蹲不下去。再往下点，再往下，沉不下去了。再往下，第65次，起。看上面，看上面。OK， 你穿着鞋，走到那里再让 BB 上肩。我这样吧，我先把你们带过去吧。背我的，就要背你。12斤。8、2，你确定？耶！兄弟，一会儿背起来不是，倒都不要怪我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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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二十。我真的只有八十二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他绝对谎报谎报停了，绝对的。你确定？你长得可真丑，你长得可真丑。少爷说过，只有那些柔柔弱弱的大小姐，才可以扶着花流泪。你长得这么难看，哪里有资格哭呢？我们家少爷肯定是要娶少奶奶的。珊珊姑娘挺好的，桑桑就是桑桑，因为我有少爷。太假了，你长得这么难看，这种话我真的哭不出来。说你长得这么美，可怎么办呢？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家狗狗好可爱。这个皮皮我很喜欢，我一定要带它回都城见它哥。它还有哥哥。嗯，它是不是很能吃？它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吃？死胖子。这是昊天的旨意。他不仅仅是我最敬仰的姑姑。告在天下。讲讲讲你。升格升格。你们都演戏的。不可思议的感觉啊！什么是这样的啊？不是问什么，不是这样的啊！我没揍你，今天少爷，我的天呀，好好，你没别搞呢！天呀，你好好管教，你都不知道从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啊！回家，回家。你的第一下打的时候，你要啊弹起来，行吗？真的被打疼了。啊、没事，我使点劲儿。啊啊！不对，千万别打我。每次都打。不。回家不。不不不不不。回家。不。回家。不。为什么不？完了，抓住了他。为什么不？因为我不。没想到。回家。不不。为什么？再多打。攒了这么多银子，好不容易都给你了，不为了家多挣些银子，那哪我好不容易攒这么多银子，好不容易都给你了，好不容易都给你了，为什么要离开我？都给你了，就下来，不跟你说了，对，还是要起来，你不要往下掉，这一场绝对不能掉下去，一定是棒棒棒棒棒棒，说了不清楚，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说了说也不明白，银子明明就是我挣的，要不是我出主意让你买薯片，我们到现在还是穷人。我好不容易挣这么多银子，好不容易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俩异口同声，预备开始。我是当爹的，我说能嫁就能嫁，我说能嫁就能嫁，出去走。今天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我好几次都哽咽的，我没法喊卡了。拍完第一条的时候，我就过来把你们两个人都拥抱一下。值得纪念的一天。没有，就是他自带骄傲的那种光环。再看一下作息。